色微风拂过黎明，快乐的是只眨着眼睛，思念穿过海域，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转身依然是你。听我轻轻诉说Love you baby， 只对你说 Wait a more， 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花火，让幸福降落。听你轻轻地说 Quando la mamma， 只对你说 Hold me tight， make me smile，心动是会沉默，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I love thee purely as they turn from praise. I love thee with the passion put to use in my old griefs and with my childhood faithI love thee with a love I seem to lose with my lost saints. I love thee with the breath, smiles, tears of all my life. 哎，陈阳，给。这么客气，毛哥？不是给你的，帮我拿给童总，他在大会议室。我现在赶着弄一份邮件啊，谢谢。哎，不是，我还伤员呢。一亿具有大数据迭代的影响，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时代，一亿具有大数据迭代的涟漪效应。大数据迭代的涟漪效应优势。咖啡，谢谢。别谢我啊，是毛毛给的。要不要我帮你啊？你能帮什么？预演采访啊，怎么样？可以啊。来来来。行，那我开始了啊。彭总你好，请问贵公司的翻译机比起其他公司有什么优势？你们品牌的独特性是什么呢？首先感谢这位优秀博主的提问。客气。在人机物三元融合的时代，语义具有大数据迭代的涟漪效应优势。在万物 AI 化的当下，我们有着在关键赛道占据 C 位的决心和能力。好，请问彭总，贵公司的翻译机覆盖面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在全球128个国家、739座城市激活，其中呢，我们的专业领域覆盖了金融、教育、媒体、IT、律政等多个领域。最后一个问题，语义未来的展望和部署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语音识别模块，它采用了基于深度全序列卷积神经网络的框架，将会更好地实现识音效果。所以，未来的语义非常值得期待，希望我们一起来见证。可以呀，啊，童总啊，感谢感谢，完全没有问题。行吧，没什么我帮忙的，我先撤了啊。哎，等一下。那天我的话有点重了，别放心上啊。哪天啊？李奶奶去看你那天，我说肖一成因为失恋的事情研发出了语义的雏形。啊，那天啊，那你确实应该道歉。我当时那么说是不想你因为个人原因影响到工作嘛。那今天的意思是？今天是因为我发现我们只看到了你其中的一面，就把你跟肖一成做对比，这样有失偏颇。有失偏颇。嗯。行。哎，那你展开说说，偏在哪儿了？程耀，
我发现你这个人得理不饶人。我是想不明白，你是萧一成的人，他那么优秀，研制出了智能翻译机，这马上都要上市了，你不夸他夸我干嘛？是啊，老萧一直都很厉害，但是一个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网上默默免费科普小语种的博主也很优秀，你觉得呢？谁呀、啊、谁呀、啊？程耀，昨天晚上我重新认识了一个优秀的你。Peter 夸了你一晚上，说你在网上特别厉害，之前没听你提过呀。举手之劳不值得一提，怎么说呢？优秀吧，是我的日常。我可不像有些人啊，稍微有那么点成就就狂妄得不得了。不过我也没明白，你这么有眼光的人，为什么要跟他合作啊？来日方长，改天再说。行吧，那我先撤了。谢谢。陈耀，哎，我们两家公司联合团建，你怎么没报名啊？不想看你们老板。肖总不去。他不去？嗯。那我去。那我把你加上了。嗯。喂，哎，林夕，团建流程表收到了吗？哦，收到了。但是之前不是说去鼓浪屿吗？怎么改去方特了？啊，因为征询了一下大家的意见，最后还是票选了方特。嗯，好啊。就为了进去跟你公主拍照？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今天是我生日，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知道是你生日，是你过生日的愿望就是去看这些人扮的公主？嗯，其实也不全是。那是什么？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你得跟我说呀，你这样让我扩展一下对你的知识面。求求了，求求了。既然你这么诚恳的求我，那我就跟你说。嗯、但是，什么？我说了你不可以笑我。我肯定不笑你。嗯，那你也不可以说我幼稚。我发誓，绝对不说你幼稚啊！快说。其实我生日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漂亮的裙子，然后周围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童话人物。要不我给你办个 party 吧？圆你的梦，怎么样？真的，陈总。今晚啊，今晚你不生日吗？是吗？真的吗？真的吗？梦里什么都有。
老林，怎么啦？明天好像是我宝贝女儿的生日了。和谁一起过呀？和工作一起过吧。什么安排都没有啊？跟合作方团建算吗？那怎么不算啊？那说不定就会有人给我宝贝女儿安排一个惊喜嘛。想什么呢？你女儿在职场上可是没什么人缘的。那可未必，我的女儿这么优秀，单位里怎么可能没有几个同事会去追求她呀？哪来的追求者啊？哎，我还是赶紧去做梦吧，梦里啥都有。早点睡吧，晚安。哎，哎，嘿，这孩子。喂，欣姐，我们车到了，师傅说这边不能停车。啊，好了好了，马上来马上来。欢迎，我出门了。啊，嗨，今天怎么不穿你那双宝贝小白鞋了？前段时间我看你恨不得天天穿。王姨，那双鞋子不适合我。以后我会恪守原则，绝对不会再碰了。哎，这孩子怎么了？这是一双鞋而已，说的跟什么似的。我带了，我藏了。对啊，这是我。谁是？给他藏一下，我还是一个鞋。强强，你这个位置没人吧？那个位置不也没人吗？嗯，我跟你们挤一挤吧。啊？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坐。为什么叫不满？对我不满？没有不满意，只是觉得不合适。不合适。我的性格更适合小语种部。Selina 又来挖人了。不是，他没找过我。那是为什么呢？给我个理由。就单纯的想换个部门。在你说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之前，我是不会批的。不管你批不批，我一定要换部门。拜托你了。你和莎莎吵架了？没有啊。怎么了？没什么。没关系，没事了，好多了。谢谢你照顾成这样。没事儿，因为 Peter 嘛。大家走吧。好。老肖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还没到。哎，要不我们等等肖总一起进去？不用，肖总和科技新势力陈主编一起去出个短差，今天可能来不了。老肖说他有空一定会到的。
公费旅游没你作陪，换谁不开心啊？那咱们开始吧，走。各位，这次的团建呢，是为了培养咱们羽翼和华生的团队凝聚力，希望各位华生的小伙伴可以跟我们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当然呢，为了增加这次团建的趣味性，我们特别策划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将两两为一组去打卡方特的项目，在6点之前打卡项目最多的组合，每人将会获得电脑一台。哇，加油！莎莎，你不是说你电脑坏了吗？这个项目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呀。我就算了吧。要不我们俩去？强哥，我能跟你一组吗？我，可是我已经跟文文一组啊。哎，不是，有天哥在这儿，你还要找王强？你这不是丢了西哥捡芝麻吗？你不愿意跟我一组？哦，不是，我怕拖你后腿。哎呀，游戏而已嘛。连天哥都指望不上的话，这些人没人能帮你吗？哎。先去，走。用这个打卡，就在那边。6点集合，记得提醒大家一下啊，千万别忘了。好，拜拜。啊，好嘞。在这等着妈妈。走吧，走吧。快点。要不咱俩一组？可以啊。西西阿姨，我们一组好不好嘛？啊，可是西西阿姨，你不喜欢 Peter 了吗？当然喜欢你了，最喜欢你了。那我们走吧，我跟他一组。西西阿姨，加油！我们快点走，快点走。慢点，慢点。那咱俩一组，走吧。走。我想要去那个城堡。去城堡？你想看公主啊？小男孩喜欢看公主啊？西西阿姨也喜欢看吗？嗯，以前喜欢。以前喜欢，那现在不喜欢了吗？现在无所谓啦。走吧，你喜欢就去排队。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好想我妈妈哟。哼，我不想看公主了，我要去找我妈妈。行，你走吧，我跟你去。不需要，来西西阿姨看公主吧，这点路我完全可以。拜拜。你小心啊。你看什么呢？啊，没什么。妈咪，妈咪，哎，这儿，师傅停车，停车，再见，拜。来，二亮老妈，你怎么回来了？我当然要跟我老妈一组了。那行吧，你们两个一对，我先撤了啊。哎，一起啊？哎，我一个伤员啊，就不耽误你们俩了。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为什么要一定啊？因为哎 ，Peter， 你们俩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啊，你们要是不说，我肯定不去啊。你是想坐着，还是想趁我们走远之后去找西西阿姨？干爹和西西阿姨是一组的，你去了也是多余。
我应该在哪儿啊？不是出差吗？你很希望我今天出差啊？你同事说的。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忘？你还记得？当然记得。 同心签订凝万嘱咐，第一次团建，我怎么会忘？我说错了吗？没说错啊，我也希望华生和羽翼能够通过这次团建，让以后的合作更加的顺利。衣服正好看。 今天早上出门太着急了，就随便抓了一下。好，走吧。站那儿干嘛？排队啊？我不排队，我就是在这儿歇一会儿。在这儿休息啊？怎么不行？行，那陪我去排个队吧。你不是不喜欢排队吗？我改了。 我不喜欢排队，你也改了。我记得，当年你特别喜欢看这些人扮的公主，还非要拉着我排队来着。当年你也穿的是这件，我以为你这次穿这件，是想跟我重温故梦。你不是不记得了吗？ 你还想我忘记吗？肖一成，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团建啊，走吧，不然就是最后一名了。肖一成跟林欣一组，他不是不来吗？你听错了。我明白了，根本就不是什么团建，就是给他们俩制造机会，是吧？ 哎，大家一块儿合作也是需要培养默契的嘛，对吧？少扯！程瑶，你听我跟你解释。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啊。我原本以为你跟肖医生不一样，到头来呢，表扬我、安慰我，都是为了他，是吧？那不是这么回事啊！哎，你是掉东西了吗？对。 这手牌是妈妈的宝贝，你个大坏蛋！这个很贵吗？我可以攒钱陪你。多少钱你都赔不起，这是我爸爸送给妈妈的唯一一件礼物。Peter， 别说了，就当打平了。走吧，去打卡。 笑一笑。好。再拍一张。哎，再拍一张。是，要不我也帮你拍张照吧？你看看怎么样？你怕我拍的不好？不是。你是不是只想要电脑？嗯。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拿一个回来。 谢谢。来。哎。前面就到了。啊。
参与或退出你人生，有幸共你这过程，你我的故事也还算完整。最后一下，哎，这样我算了吧。如果烟火消散之前曾经的你我，相爱就没有擦肩而过，遗憾也不能做心疼，能不能别沉默？没事吧？分享给我，手抓紧。更多，当这结局变成非你不可。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旅途的最美的收获，能不能别沉默，分享给我更多，当这结局变成非你不可。这是我们在这一段旅途的，能不能别闪躲，将所有在意的事收紧握，悲伤失望忐忑，短暂的经过漫长。其实我生日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漂亮的裙子，然后周围呢都是各种各样的童话人物。你拥有我，最爱你的我，呵呵。I'm Princess Fanta. Welcome to my castle.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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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re you? Welcome. Nice to meet you.Excuse me, that girl is my friend. Today is her birthday. Could you say happy birthday to her? Yeah. Thank you. I'm Princess Fanta. Welcome to my castle. I'm glad to see you.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hen I do count the clock that tells the time and see.The brave day sung in hideous night. 各位，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家的小公主谭莎莎，欢迎大家来参加她获得全国少年组英语朗诵大赛冠军的 party。又想起表妹了，想起她震撼到你的那场青春会，你还记得？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走吧，再不走啊，第一名就要被抢走了。老板还跟员工抢奖品啊？那当然了，作为老板，事事都要争第一。你不走，我走了。
看见我走了，不高兴啊？幼稚。哎，还有更幼稚的，拿着。不要。确定？ 是指夹着眼睛，思念穿过寒雨，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谁把心动模式开启？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曾经流浪光怪和独立，转身依然是你。听我轻轻诉说。 Love you, baby， 只对你说，为了梦，为什么？哎，石江，什么事儿？知道了。 玩的开心吗？嗯，浩胖呢？嗯，他有事先走了。哦，妈咪，哎，回来了。嗯，季姐，玩的开心吗？还可以。你看他的印章这么多，还叫还可以，我就是听着厉害吧。诸位，羽翼和华生的各位同僚们，经过一整天的激烈角逐。 我们也收到了所有的方特护照和打卡记录表，我们的第一名已经出来了。谁呀？出来了。我们的冠军顶配电脑花落谁家呢？公布了。恭喜我们的程耀和童总，他们在17:23就打卡完成了所有的项目，恭喜！ 谢谢谢谢。没有拿到电脑的同僚们也不用伤心哈，我们接下来还有变装主题餐会，在我们的变装主题餐会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份神秘的大礼给在场的一位同僚。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童总为大家抽取这个名单。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大奖花落谁家啊！哦，恭喜林夕！不用，让给大家吧，让给别人吧。谢谢阿姨。 Thank you.
与颐和华生为了增加团队凝聚力的第一次团建活动，所以我们正好来给他一起过个生日，也感谢林总监为团队付出的辛劳和努力。希望你能喜欢。谢谢。谢谢大家。你准备好了吗？ 生日礼物还没给你呢，把眼睛闭上。你要干嘛？听我的。五、四、三。 只对你说，为了魔力怎么填满你的耳朵？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把握，让幸福降落？听你轻轻地说，我那大马只对我说。
你什么意思啊？啊，没事儿。那个，要不我帮你找一个浴室？我都说了没关系，我去看看毛毛他们。 今晚回去，妈妈肯定会掉眼泪的。那个玉很贵吗？贵不贵我不知道，但那个手牌是我爸爸送的，他是无价的。那就问问你爸爸，那个玉在哪买的？我再给你妈妈买一块不就行了吗？不行，不能咱妈妈面前提爸爸，他会伤心的。就是离个婚嘛，你妈妈哪有那么脆弱呀？反正你不许提，听到没有？ 行吧。不好意思，电脑没给你赢的。我电脑其实还能用，是文文在开我玩笑。 天哥，我有事情想跟你说。你说。方特，护照还在吗？你在啊。可以给我吗？皱皱巴巴的，要不我去换个新的？不用，我就要这本。 虽然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我还是想留个念。你喜欢就好。肖一成，谢谢。 记得。